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。二十，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，从坐而起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，有轻有重，有一生受福，有十生受福，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，世事云何？唯愿世尊为我说之。二十，佛告地藏菩萨：吾今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，说阎浮提布施较量，功德轻重，汝当谛听，吾为汝说。地藏白佛言：我一世事愿要欲闻。佛告地藏菩萨：南阎浮提有诸国王、宰辅大臣、大长者、大刹利、大婆罗门等，若遇罪下贫穷，乃至聋残阴哑、聋痴无目，如是种种不完具者，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，若能具大慈悲，下心含笑，亲手便布施，或使人施软言未喻，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。何以故？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及不完具者，发大慈心，是故福利有如此报，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，何况衣食受用。复次地藏，若未来世有诸国王、至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，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，供自迎伴，供养布施，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，受胜妙乐。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。复次地藏，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仙佛塔庙或至经像毁坏破落，乃能发心修补，是国王等或自迎伴，或劝他人，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，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，如是他人同布施者，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，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，以此果报无量无边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，若一念间具大慈心，不施医药、饮食、卧具，使令安乐，如是福利最不思议。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，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，毕竟成佛，永不堕恶道，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。复次地藏，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，祸福无量，更能回向，不问多少，毕竟成佛，何况示范转轮之报。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、毛发、沙尘等许，所受福利不可为喻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遇佛形象、菩萨形象、辟支佛形象、转轮王形象，布施供养得无量福，常在人天受胜妙乐，若能回向法界，是人福利不可为喻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遇大乘经典，或听闻一记一句，发因众心赞叹恭敬，布施供养，是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，若能回向法界，其福不可为喻。
复次地藏，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乘经典新者，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，修补盈礼，或独发心，或劝多人同共发心，如是等辈三世生中常为诸小国王，谈月之人常为轮王，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，或布施供养，或修补塔寺，或装理经典，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，如是善事，但能回向法界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煞妙乐。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，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，舍一得万报。是故地藏，不失因缘，其事如是。地神护法品第十一。二十，监牢地神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从西来，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，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，广度众生。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。世尊，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，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亦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，其愿尚有毕竟。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，如千百亿恒河沙。世尊，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，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，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，烧香供养瞻礼赞叹，世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。何等为十？一者土地丰壤，二者家宅永安，三者先王升天，四者现存异寿，五者所求遂意，六者无水火灾，七者虚耗辟除，八者杜绝噩梦，九者出入神户，十者多遇圣音。世尊，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面做如是供养，得如是利益。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，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，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，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。佛告监牢地神：汝大神力诸神少及，何以故？阎浮土地西蒙汝库，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，皆因主力。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，汝之功德极以神通，百千倍于常分地神。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，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，如以本神力而拥护之，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折闻于耳，何况令受？非但汝独护世人故，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拥护世人，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？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，自然毕竟出离苦海，正涅槃乐，以是之故得大拥护。见闻利益品第十二。二十，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，所谓白豪相光、大白豪相光，
瑞豪相光，大瑞豪相光，玉豪相光，大玉豪相光，紫豪相光，大紫豪相光，青豪相光，大青豪相光，碧豪相光，大碧豪相光，红豪相光，大红豪相光，绿豪相光，大绿豪相光，金豪相光，大金豪相光，庆云豪相光，大庆云豪相光，千轮豪光，大千轮豪光，宝轮豪光，大宝轮豪光，日轮豪光，大日轮豪光，月轮豪光，大月轮豪光，宫殿豪光，大宫殿豪光，海云豪光，大海云豪光，于顶门上仿如是等豪相光矣。出微妙音，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天武今日于兜率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立等事，不思议事，超圣音事，正实地事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。说是语时，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，从坐而起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，怜悯最苦众生，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，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，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：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忧不能尽，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，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，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，令天龙八部沾礼获福。佛告观世音菩萨：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，若天若龙，若男若女，若神若鬼，乃至六道最苦众生，闻汝名者，见汝行者，恋慕汝者，赞叹汝者，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，长生人天，俱受妙乐，因果将熟，遇佛受尽。汝今具大慈悲，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，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，汝当谛听吾今说之。观世音言：唯然世尊，愿要欲闻。佛告观世音菩萨：未来现在诸世界中，有天人受天福尽，有五衰相现，或有堕于恶道之者，如是天人若男若女，当现相时，或见地藏菩萨形象，或闻地藏菩萨名，一沾一礼，是诸天人转增天福，受大快乐，永不堕三恶道报。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，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。复似观世音，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，得闻地藏菩萨名，一生立耳根者，是诸众生永不立三恶道苦。何况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设宅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，或是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，知道眷属将设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，是人若是业报和受重病者，诚思功德寻疾除愈，寿命增益。是人若是业报命尽，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，诚思功德命中之后，即生人天，受圣妙乐，一切罪障悉皆消灭。复似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，或如补时，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失父母，
那即王师兄弟姊妹，世人年纪长大，思忆父母及诸眷属，不知落在何去，生何世界，生何天中。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文明一瞻一礼，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，文明践行瞻礼供养，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，即当结束。诚思男女兄弟姊妹，塑化地藏形象，瞻礼功德，寻疾解脱，生人天中受胜妙乐。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者，即诚思功德转增胜因，受无量乐。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，念其名字满于万遍，当得菩萨现无边身，具告世人眷属生境。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，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，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，至于千日，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，现世衣食丰溢，无诸疾苦，乃至横世不入其门，何况极深。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。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，欲修无上菩提者，欲出离三界者，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，至心皈依，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，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，永无障碍。复次观世音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，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。复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，永拥护我。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。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生珍重，发不思议心欲读欲诵，纵欲名师教示令熟，玄德玄望动经年月不能读诵，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，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。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像，具以本心恭敬陈白，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，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，然后合掌请福，回首向南，临入口时至心郑重，浮水即毕，甚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，一七日或三七日，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，于是人处受灌顶水，其人梦觉即获聪明，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，更不忘失一句一记。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，求者怪怨，或多病疾，或多凶衰，家宅不安，眷属分散，或诸横事多来无身，睡梦之间多有惊怖，如是人等闻地藏名，见地藏行，至心恭敬，念满万遍，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，即得安乐，衣食丰溢，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。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或因智生，或因公私，或因生死，或因疾事，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，或经险道，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，所过土地鬼神卫护，
行住坐卧永保安乐，乃至逢于虎狼狮子，一切毒害不能损之。佛告观世音菩萨，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，若说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，百千劫中说不能尽。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，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吾观地藏威神力，恒河沙劫说难尽，见闻瞻礼一念间，利益人天无量事。若男若女若龙神，报尽应当堕恶道，至心皈依大士身，受命转增除罪障。少师父母恩爱者，未知魂神在何去，兄弟姊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识，或塑或化大士身，悲恋瞻礼不暂舍，三七日中念其名，菩萨当现无边体，视其眷属所生界，纵堕恶趣寻出离。若能不退是初心，即获魔顶受圣迹。欲修无上菩提者，乃至出离三界苦。世人既发大悲心，先当瞻礼大事相，一切诸愿速成就，永无业障能遮止。有人发心念经典，欲度群迷超彼岸，虽立誓愿不思议，悬读悬望多费失。斯人有业障或故，于大乘经不能记，供养地藏以香花，衣服饮食诸玩具，以净水安大事前，一日一夜求福之。发阴众心甚无心，酒肉邪淫即妄语，三七日内勿杀害，至心思念大事名，即于梦中见无边，觉来便得立根耳，应是经教立耳闻，千万生中永不忘，已是大事不思议，能使斯人获此慧。贫穷众生及疾病，家宅凶衰眷属离，睡梦之中息不安，求者乖为无趁岁，至心瞻礼地藏像，一切恶事皆消灭，至于梦中尽得安，衣食丰饶神鬼护。欲入山林及渡海，毒恶禽兽及恶人，恶神恶鬼并恶风，一切诸难诸苦恼，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，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。观音至心听无说，地藏无尽不思议，百千万劫说不周，广宣大事如是力。地藏名字人若闻，乃至见相瞻礼者，香花衣服饮食奉，供养百千受妙乐。若能以此回法界，毕竟成佛超生死。是故观音汝当知，普告恒沙诸国土。诸类人天品第十三。二十，世尊举金色臂，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：地藏地藏，汝之神力不可思议，汝之慈悲不可思议，汝之智慧不可思议，汝之辩才不可思议。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，千万劫中不能得尽。地藏地藏，既吾今日在刀立天中，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、天龙八部大会之中，在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，在火宅中者附主于汝，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，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，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初期。地藏，是南阎浮提众生智性无定，习恶者多，
纵发善心，须臾即退；若于恶缘，念念增长。以世之故，无分世行，百千亿化度，随其根性而度脱之。地藏，吾今殷勤以天人众付嘱于汝，未来之事，若有天人及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佛法中种少善根，一毛一尘，一沙一滴，汝以道力拥护世人，见修无上，勿令退失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若天若人，随业报应，落在恶趣，临堕趣中或至门首，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、一菩萨名、一句一记大乘经典，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，于是人所现无边身，未遂地狱，遣令升天，受圣妙乐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现在未来天人众，吾今殷勤付嘱汝，以大神通方便度，勿令堕在诸恶趣。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世尊不以为虑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佛法中一念恭敬，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，于生死中速得解脱。何况闻诸善事，念念修行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。说是语时，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自制刀立，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乃及一切天龙，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真理形象，得几种福利，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。佛告虚空藏菩萨：谛听，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说之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见地藏形象，即闻此经，乃至读诵，香花饮食、衣服珍宝，不失供养，赞叹瞻礼，得28种利益。一者，天龙护念；二者，善果日增；三者，即圣上因；四者，菩提不退；五者，衣食丰足；六者，吉意不临；七者，离水火灾；八者，无盗贼恶；九者，人见清净；十者，神鬼住持；十一者，女转男身；十二者，为王臣女；十三者，端正相好；十四者，多生天上；十五者，或为帝王；十六者，素质命通；十七者，有求皆从；十八者，眷属欢乐；十九者，诸横消灭；二十者，业道永除；二十一者，去处尽通；二十二者，夜梦安乐；二十三者，先亡离苦；二十四者，速福受生；二十五者，诸圣赞叹；二十六者，聪明立根；二十七者，饶慈悯心；二十八者，毕竟成佛。复次虚空藏菩萨：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，立地藏行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，赞叹瞻礼，得七种利益。一者，速超圣地；二者，恶业消灭；三者，诸佛护临；四者，菩提不退；五者，增长本力；六者，宿命皆通；七者，毕竟成佛。尔时，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，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，叹未曾有。是时，
刀立天遇无量香花，天衣诸婴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矣。一切众会俱复瞻礼，合掌而退。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：嗡波罗摩林陀宁娑婆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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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波罗摩林陀宁娑婆诃。不缺圆满真言。嗡呼噜呼噜舍夜摩诃娑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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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呼噜呼噜舍夜摩诃娑诃。回向偈：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以此所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之功德，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三宝弟子，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天道众生，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阿修罗道众生，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人道众生，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畜生道众生，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鬼道众生，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地狱道众生。祈请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慈悲作主，超拔一切众生，令其业障消除，离苦得乐，早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。